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谢霆锋与王菲自2014年复合后，虽然一直表现低调，但感情稳定。然而最近网上突然疯传两人已经分手，谢霆锋与杨幂谈恋爱，并言之凿凿指霆锋将于3月公开新恋情。谢霆锋18日现身香港电影城，被追问此事，很少讲感情事的他也为此特别辟谣。你同阿飞咧分手，同人哋拍拖系咪真嘅？好好啊，真系唔使。即系你同阿飞好好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